了國際利酒師，即是學了清酒的品酒師牌的。其實品酒師牌真的不難，但是其實我覺得因為品酒其實是要豐富自己的 library 啦，咁你要飲好多隻酒才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啦，又或者係先至可以好客觀咁樣分析俾你身邊嘅人聽呢一隻酒有啲咩好啊，或者唔好，甚至係佢配啲咩食物，咁一定要你飲多啲試多啲先至可以知道得多啲。我中意啲甜啲嘅葡萄酒嘅，咁但係又唔中意啲太酸嘅葡萄酒。除咗葡萄酒，其實我比較想就係飲清酒，咁因為中意，所以先至會走去考呢個利酒師。如果有機會，咁梗係想同姜濤一齊飲酒啦。咁同埋佢覺得佢年紀都仲細啦，咁有呢個利酒師大姐姐就可以帶住佢飲靚酒啦。